树，哇，好厚实的一点，哇，要干了。又是好厚实的左点手臂，然后很轻挑的，轻挑的横画，然后要写的够紧。大字跟小字当然是有点不一样，不过还是要写的紧凑。他写的是小的，我们是大的，我们比较吃亏啊。嗯，拱起来。那一般来讲，他们会带笔，带笔是为了方便写上面、里面。好，